一群猎狗正在围攻母狮，母狮不敌，只得蹲在地上防备猎狗的掏肛，但是猎狗越聚越多，母狮更是不敢轻举妄动，趴在地上瞬间变乖，母狮最后能否顺利脱身？感兴趣的朋友点击有用按钮支持一下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好在猎狗被附近的食物吸引，这才没有为难母狮。母狮辛苦得来的食物被抢，心中恼怒，想拿外围的猎狗出气，猎狗眼疾手快，迅速回群。望着这群如强盗般的猎狗，母狮一时间陷入了沉思，打是肯定打不过，就此离开心有不甘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疯狂大快朵颐。猎狗数量太多，食物很快就被蒸食殆尽，母狮见势不妙，立马趁机跑路，因为再待一会只怕连自己都得搭进去。猎狗敢围攻母狮，还明目张胆争夺它的食物，但包围雄狮就是另一番景象了。这头雄狮正在草地上睡觉，此时两只猎狗鬼鬼祟祟似有所图，却畏首畏尾，不敢太过接近。而当雄狮惊醒看到是猎狗后，显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，甚至直到猎狗同伴前来支援，也始终没正眼瞧他们一眼。雄狮虽看似懒懒散散，浑身上下却散发着无尽的自信与威压，察觉到身后的猎狗开始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雄狮缓缓扭头，一个眼神便把他们吓得连连后退，大有一副有胆你就来的滔天气势。几只猎狗大概觉得有失颜面，强行壮着胆子留在雄狮身旁，期间还有两只悄悄改变方位，逐渐对雄狮形成包围之势。身处这种不利的局面，若是换作母狮，肯定开始提高警惕，专心应敌，可反观雄狮依旧静卧原地，纹丝不动，宛若一位入定的高僧般，对周围的猎狗视若无睹。什么纲常专家以多欺少，此时在雄狮眼中根本不值一提。长时间的遥望远方之后，雄狮慢慢将视线收回，接着又抬头仰望天空，似有所想。这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完全震慑住了在场的猎狗，只见他们悄悄绕至雄狮身后，逐一退散。面对雄狮，猎狗这场对局算是输得彻彻底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